这次大会将于3月5日上午开幕，11日下午闭幕，会期7天，共安排3次全体会议。大会议程共有7项，第一项，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第二项，审查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第三项，审查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第四项，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第五项，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第六项，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七项，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